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又穿回来了？我的照相机没了，我手贱放到那个台子上了，朋友们，这是件很……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姆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恐怖地图，这张地图的名字叫做《仍然活着》。那么今天这张地图的话，是一张基岩板上的恐怖地图。哦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我们的地图被这个雷电给炸掉了。哇，外面怎么回事？谁要放炮啊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地图有的一些什么设定之类的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它这边有一些选项之类的，有一些规则。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规则。对，都是一些很常规的规则。然后我现在这边已经全部都设置完成了。我们先回到菜单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地图仅有的章节。好了，来，哇，哦，原来是这里在炸。哇，这边有血迹，还有个篝火，有人死在这里了吗？我的妈呀，这个雷。那么这边一共现在只有四张，然后第一张的话是黑暗的一天，第二张是医院，第三张是舅舅我，第四张是故事结束了吗？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先来玩个两张好了，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了。 Let's go。 一上来这个门怎么有问题？ OK，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，这应该是我们上班的地方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手电筒，哦，不照相机。哇，这个照相机就是这样的滤镜，所以这不是我后期调的，它就是这样的。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二号发电机的钥匙，我们先拿在手上好了。我觉得其他东西应该不用拿吧，这都是可以点的吗？ OK， 这边有血迹啊，为什么一上来就这么恐怖的地方？同志们，哎呦，我不要待在这里了，我们先随处看看。哦，这边是电梯，我们需要打开发电机才能走。OK， 那我们先去看看我们能进去的门好了。哎，这什么地方？哦，我踩这个踏板就进到这个里面。哦，它不是开门的，所以这是厕所吗？那我应该只要找那种钥匙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哎，什么声音啊？怎么有人的感觉？你听到没有？哇，这个找到了啊，找到那个发电室房间的钥匙了。这边好像都是，这是什么宿舍吗？找到了三号宿舍房，我现在准备回家了还是怎样？完全不知道我来这里干什么了。一号，好，全部找到了。那么二号，然后三号 ，OK， 走，去开门。哦，好黑。OK， 然后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拉下他们。当当，应该开了吧？哦，开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到二楼了。这应该是我们公司，对，一觉醒来之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公司变成这个样子，朋友们，很奇怪。走吧。哦，来到了二楼。哎，不是，你哪位啊？我们好像还需要找一些东西，先进去。这有个人在砸门呢，好像医生啊，朋友们。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那个控制室的钥匙，然后我们要打开逃生的出口，我们就可以逃出这个医院还是公司。呀，不是，哎，我的，你把我东西还给我。靠，算了，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，这边应该挺亮的。他，你干嘛？关门，好黑啊！完了，我死定了，被骗了。那，啊，你谁？他长得怎么这个鬼样子？去这边看一下，这边还有箱子。哎，找到了，控制室的钥匙。Go， 走，控制室在那边应该。哎呀，完了，我的照相机没了。出口随便，先都拉下吧。完了，
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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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要过来啊！哎，还好还好。哦，行行，我走我走。哦，出门开了，走走走，go go go。哟，哦，这个地方怎么是这样子的？哎，这地方感觉崩坏了，朋友们。我逃出来了，漂亮！点击按钮继续。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又穿回来了？我的照相机没了，我手电放到那个台子上了，朋友们。这是件很……我操！点点点，好好尴尬啊，朋友们。这地方是玻璃门，这里有东西吗？看上去没有东西，走吧走吧，下去吧。现在只能摸黑了，我们要进去。这个是主要的房间，又要找控制室的房间啊？好吧，哦，这个地方深。先来看下箱子，没有。我也知道它现在按钮长什么样子了。所以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我们直接上去吧，我们往这边走，感觉钥匙会在这里的样子。这边有一个小房间，这边都是什么人的尸体吗？啊，找到了控制室的钥匙，好像是做什么实验基地。走走，希望我在去的路上不要碰到那个人。哎，这上面是什么？你看这上面，你看有花。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这里，这里。开开开，管他哪个都按了，他乱码了，他乱码了，朋友们，他乱码了。啊，不对，这两个都是。哦，电梯又开了。哦，门锁住。哎，不是啊。OK OK， 现在开了吧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把自己锁在里面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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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为什么电梯是点点点？啊，又要找到钥匙逃生出口，这是什么一个实验机器吗？这个门是开着的，哦，气氛恐怖了起来。找到了，找到这个主要通道的钥匙了。所以现在是不是？哎，这有洞哦，刚才就是在这个上面，我们上来了。对对对。可以走吗？哦，这里这里就是这，帅哦，酷哦，出去吗？哦，哎哎，啊！哦，这个按钮是灯的开关，这是我家，我回到我，所以我一直在穿梭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从那个该死的医院跑出来了吗？咦咦咦！什么东西碎了？这是我的电脑，我要传一些东西。第一章结束哦，我传上去了，然后怎么说？啊？第二章医院啊？我不是，我死了。这跳的也太……哦，回来了！哦，我的照相机回了，居然死了，我是没有想到的，好吧？我怎么出？哦，这里可以出去。嘘，刚才那个雷劈的不会就是我的墓碑吧？为什么我的墓碑跟其他人的完全不一样？先找条路走吧，先看看看，就这家废弃的医院，5、6号，里面都是血迹，我进不去。需要跑酷一下吗？这有箱子哦，没有箱子，看错。这里可以上。哦，好家伙，有人出逃了。恶魂之泪好像没什么用。咦，这门开不开？铁斧可以破坏草方块。这边有本书，但这本书我好像拿不起来。草方块是要去刨坟吗？有本书，等一下，
我刚看到这边有啊，没有，来，我们看下这本书，给56号医院的员工和凯撒拉博士，我有医院的钥匙，要尽快联系他们。纳比博士要去办公室见一个客户，这应该是给那些医生的，然后要跟他们讲一下，沟通一下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去刨坟，雨好大，还下着雨，哪个是草方块？这边是泥土，我要找草方块。哎，这个。凯瑟尔博士，他死了，他居然还被埋在这里了，这什么地方？哦，这里有个钥匙，他的钥匙被埋在了他的墓里面，我傻了都，这谁干的？这个是，先进去一探究竟吧。我看到了一个谁，活人死人了，你是活人的死人啊？啊，刚才就是他吓我，他应该是医院的员工吧？你打不开，打不开，还好。打开了，哇，这又是什么地方？这医院怎么这样的？我怀疑我是精神病人，我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我总感觉，找到 C211 的钥匙，然后打开 C211 区的门。OK。这里应该有危险的呢，我先把照相机打开吧，这边很暗，这边太暗了。每个房间都看一下，没东西啊！啊，这个雷，我靠，这个雷，我听到了谁的声音？哎，这边有路，哎，有个箱子。C211 的钥匙，漂亮。那我找到了，我是不是直接去找 C211 就可以了？我先等会下去吧，这边应该进不去。这个雷鸟吓死谁呀？C211 在哪儿？先进这里吧。我先进去了，没看见我，没看见我，没看见我。他应该没看见我。这么深呐，这个地方？哎，这什么地方？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！我靠，被骗了，兄弟们，这啥呀？这个他在门口吗？你这个就过分了，堵门，这也没法跟他绕啊。这哦，可以，我们调试一下这个医生啊！咻咻，啊！我操，这都在抓到我！你过分！算了，把他带上来吧。我以为他会在那个里面。把它带上来吧，把它带上来吧。好，我直接从这边溜下去，溜下去，溜下去，溜下去。进这里，进这里。哦，嘘，这边没有东西的样子。喂，有人吗？不在，不在。这个呢？这进不去，开门，开门。Go go go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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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他不在，他不在，冲吧冲吧，回家回家！哦，通关通关通关！我们先去看一下第三章是个什么情况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医院的那个地方，这边应该是仓库吧？应该是储藏室，要不我们都玩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有本怎么是俄文的书啊？这是毛子的地图吗？这里好亮啊！刚说完亮，你就给我来这么一滩血迹。很多玩具啊，哇！我掉入万丈深渊了 ！Shit！ 这里暗吗？好暗呐！拿着，还是拿着吧。走走走，我们先出去。被他打到18层地狱了，这是。OK，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恐怖地图就先玩到这里啊！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恐怖地图的话，不要忘了评论告诉我，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输出三连，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就下期恐怖地图再见 ，See you again， 拜拜。